各位法师慈悲，各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请奉上。咱上午是检讨《无量寿经》，最后流通分释迦牟尼佛得留此经之文。这段文总共38字。这段文讲：东来之世，经多别亲，我以慈悲爱悯，得留此经。知足必衰，其有众生得殊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最后有因这个问来回答问答，就是问讲：释迦牟尼佛有智慧，有慈悲。到末法晚年以后发表的时阵，特别留这个经典，为什么其他的经典无留？特别留这个《无量寿经》，有什么原因？为什么啊？历代的这个高僧大德解说《无量寿经》，解说到。地流出经之文，拢有各国无同的这个见解。咱伫遮有综合出八点。第一点就是时机相应故，第二点就是性因自己故，第三点就是道恶必要故，第四点就是立一切经故。现在呢，按对第五点啊开始解说，因为第一点、第四点早起已经解说过。第五点就是弥陀本愿故，因为这部《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本愿的经典，《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就是伫咧讲阿弥陀佛的48大愿。48大愿，其中的这个根本大愿就是念佛往生愿，以念佛往生愿第18大愿为48大愿的根本，因为这愿那是成就极乐世界的成就，阿弥陀佛的佛身也成就。救度十方众生的这句六字方名也成就。假使这愿若无成就，48愿就无圆满，也无极乐世界，也无阿弥陀佛本身。所以阿弥陀佛已经成佛，就是以伊的名号救度众生。也无量寿经就是伫咧讲阿弥陀佛的48大愿，就是伫咧讲阿弥陀佛以名号来度众生的这个经典。所以这部经那是永远留在世间，就是会当永远共度十方众生。所以就是因为阿弥陀佛的本愿故，这部经才特别留存在世间。第六点，诸佛本怀故，这部经就是十方三世诸佛，伊出现在世间说法度众生的主要目的，就是伫这部经伫这个法门。这部经伫法起书的所在，释迦牟尼佛就首先表明讲。这部经的这个法，就是伊的本怀。
而且也是十方三世诸佛的这个本怀，这个本怀文啊，本怀文啊，伊讲如来以无尽大悲勤爱三界，所以出现无色，恭劝道教欲正者君明，回忆真实之理。这文字非常清楚啊。啊，就是讲如来十方三世如来，以无尽大悲勤爱三界，所以出现无色，就是以无尽的大慈悲心勤爱三界，怜悯着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六道轮回众生，三界灰体众生，所以才出现无色。啊，就是讲佛之所以出现在世间，原因、动机、目的，就是因为怜悯着三界的众生，才出现在世间。啊，目的呢，就是广劝道教，就是要讲经说法，讲这个八万四千法，啊，就是讲这个三种是不是部经。啊，目的呢，啊，最后目的呢，就是欲证者君明，回忆真实之理。欲证者君明，证者就是救度的意思。君明就是十方众生的意思，就是为着要救度十方众生。要哪救度十方众生呢？就是回忆真实之理，回溯十方众生真正会当利益的这个法门。真正利益的这个法门就是成佛，因为世间拢就是虚假，就是讲声闻、缘觉、菩萨。也还未达到顶峰造极，所以还未到完全真实。所以真实的法就是成佛的法，成佛的法就是念佛的法。所以在无量寿经流通分的时阵，释迦牟尼佛就特别呼叫着弥勒菩萨，甲伊讲讲：既有得闻，必复名号。欢喜拥有乃至一念动地处人为的大利，这是具足无上功德。这个念佛的大利，甲本怀文所讲的回忆真实之理，意思拢就是同款。真实之理就是大利，要当得到大利，也就是讲要当得到真实之理，就是念佛。所以回忆真实之理，就是回溯于念佛的法门。所以意思真明显。如来就是指十方如来，包括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就是要回溯十方众生念佛的法门，使十方众生会当因为念佛来得到大利，来得到真实之利，来成佛。所以讲念佛成佛，所以这部经就是诸佛的这个本怀，因此呢，这部经就特别流传。无数诸佛的本怀，去予伊消失。第七点就是诸佛护念故。在《阿弥陀经》就讲讲，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拢同款伫底护念念佛这个法门，同款伫底弘扬念佛这个法门。而且呢，每一尊佛拢。同时啊，同音啊，来出供养实相，来以因佛的这个身份资格，保证讲念佛必定往生。所以《阿弥陀经》也叫做《净行经》，十方诸佛生实证明。生实证明什么？证明释迦牟尼佛讲的讲。即持名号，即伫往生阿弥陀极乐世界，来证明念佛必定往生极乐世界。所以《阿弥陀经》叫做《护念经》，就是讲主所护念的经。一《阿弥陀经》就是伫净土三经之中，就是结经结论的经，啊，就是讲将阿弥陀佛的这个根本愿所讲的念佛。做一个结论啊，所以这个法门啊，这个法门无量寿经所讲的法门，
就是十方诸佛所护念。所以一其他的这个一切法灭，这部《无量寿经》不灭，因为是三世诸佛所保护、所忆念的这个经的这个缘故。第八点就是劝导今时故，啊，就是讲以未来的这个罪恶的众生念佛得当往生，何况讲今时念佛的众生不当往生呢？未来迄个众生，迄款的众生是念佛法经三宝的名甲道理，都拢无听到、无了解，起恶行善的道理也无了解。迄个时阵的众生，只要念佛，就会当得到利益，得到脱离生死轮回，乃至往生弥陀净土成佛的这个利益。何况讲现今的众生，今时的众生念佛未当往生呢？所以今时的众生念佛是决定会当往生，所以唔好家己有这个顾虑，有这个怀疑。所以就知影讲独留处境，啊，独留处境背后就是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来伫底警戒着咱，伫底殷勤劝进咱一切众生。啊，了解这个道理了后，得爱相信，啊，唔好怀疑，得爱有愿生极乐世界，啊，的这个心。就要有这个出于专称弥陀佛名的这个心。如果那安呢，就每一个人啊，拢同款来平等往生极乐世界。无论是圣人凡夫，是出家在家，是善人恶人，是平生的根基，是者临终的根基，拢总平等往生极乐世界。如果那是对这个道理要搁起个怀疑，有种种的这个顾虑，安尼呢，就是自己放弃救得度哦，而这个机缘，放弃成佛的这个福报，同时也是辜负掉这个佛恩，辜负掉三佛。而这个佛恩，三佛指什么三佛呢？就是指弥陀佛、指释迦佛、指三世诸佛。阿弥陀佛发愿成就名号，建设极乐，对要救度咱。要释迦牟尼佛也以弘扬这个法作为伊的本怀，作为伊出现世间的这个目的。而且十方诸佛若是出现在世间，也同款特别弘扬这个法，护持这个法。但是咱拢无相信，安尼岂不是包括阿弥陀佛以及所有的佛，咱拢辜负掉了？所以就是以这八点啊，八点来作为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特别留这部经的这个原因啊？这八点呢，也会使归纳做三点。三点，第一点就是处经宣说释尊出世本怀故，就是讲这部经就是伫咧讲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的本怀是本怀经。既然甲本怀经，当然这部经爱留。啊，其他的经唔是本怀，所以无留，也无什么缺失，无什么遗憾。第二，此经宣说广度万机之法故，这部经所宣说的这个法门，就是伫要救度万机。万机就是十方众生，善机、
恶机圣人凡夫九界众生拢总包含伫即个法内底。九界众生就是三乘六凡，三乘就是声闻、缘觉、菩萨这三种圣者。这三种圣者若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自然会回向向大，自然会快速成佛。其他就是六凡，六凡就是地狱、五鬼、畜生、人道、阿修罗道、甲天道。天道包括欲界、色界、无色界。这六种的凡夫，若是念佛，就会脱离六道轮回，出离三界火体，就会快速成佛。所以这个法门是无机不修，三根普披，二顿专修，万人修，万人去的这个法。所以这个法无老，安尼要老什么法呢？所以自然这部经就流传。第三，此经流，即无经灭而不灭故，此经流则于经灭而不灭故。或者讲，这部无量寿经若是存在，安尼其他的经啊，虽然消灭去，但是定力无消灭同款。伊的意思就是讲，本来每一部经、每一个法拢就是要救度众生，只要那是会当救度众生的这个法，安尼呢，就已经达到佛说法的目的，达到一切众生合佛的目的。所以讲，这部经若留，其他的经呢，虽然消灭定力无消灭定力同款，是留存在世间迄一般。所以归纳就是这三点。有关第三点啊，这个明朝末年，就是净土宗的这个祖师，就是莲池大师，有写一部《弥陀疏钞》，伊就讲：诸经识灭，处法独尊，念佛一门，共度群品，即诸经异灭而不灭。即是一一尊无流转无尽，正中其之微也。明朝末年，净土宗祖师莲池大师所写的《弥陀疏钞》说：“诸经熄灭，此经独存，念佛一门，广度群贫，则。”诸经一灭而不灭，即是以一存于流转无尽，正总持之谓也。意思就是说，所有的经典虽然消灭，要这个法单独存在，这个念佛这个法门救度所有的众生，这样讲起来，所有的经虽然灭定义无灭，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是以这部经来使其他的道理存在，以一尊无，以这一部无量寿经来把所有的救度众生的法同时存在，以一尊无流转无尽，使这个法啊，使这个法不只是正法时代、上法时代、末法时代，乃至发表的时代，拢总会当分布，拢总会当流转，数无穷无尽来流传落去，正中其之微也。所以，这个念佛的法门，正正就是中其法门啊，中其众就是众一切法，其就是其无量义，总持就是总一切法持无量义，或者是讲。这个念佛的法是总包含的，总包含84000无量法门在内底，所以讲总一切法持无量义，所有经典的这个道理，经典所讲修行的这个功德，拢总在念佛的法门内底，
所以叫做持无量义。所以那是无修持念佛，就不是中持。只要那是念佛，专一念佛，安尼就是都中持。定力就是所有的法门，拢总修掉，拢总合掉，拢总包含伫内底。啊，那是无念佛呢，安尼就拢无包含。所以念佛这个法门，共度十方众生，一法存在，一切法的存在。这呢，就是念佛不可思议的所在啊，不可思议。在《无量寿经》就讲讲，唯佛独明了，而成非所切。这个法门啊，这个法门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智慧。愿力以名号救度众生的法门，是佛教佛的这个境界，唯有佛才会当了解的，并不是这个小乘声闻因缘或者菩萨啊，会当了解的，而成非所切。安尼对咱凡夫众生来讲，只有就是信而已，咱袂当了解。但是咱信佛所讲的，佛就是真义，是义之义者，不能义者，不共语者，佛袂打妄语。佛所讲的，拢就是真实的，就是真理，拢就是为着众生来设想，拢在悲悯众生，利益众生。所以对咱众生，只有就是用信佛所讲的。咱无可能会当丢入，会当推测，或者这个境界。印光大师啊，印光大师伊也讲讲，将来三教诸祖上万，天台教观一宗，如修不人团之说之，即为佛法出灭之时，今即不然矣。印光大师伫遮讲讲，自以前以来，有真济即个其他即个祖师大德伫咧讲讲啊，譬如天台教官啊，即个法，如果若是无人传、无人说，安尼恐惊呢，佛法就会真紧消灭。印光大师讲，并毋是安尼。印光大师讲讲，今日圣教愈出愈下，人间浅薄。以机关一法得出生数者，万无一疑，唯净土可以乎你。今日圣教愈期愈下，人根浅薄，于止观一法得出生死者，万无一二，唯净土可依附耳。意思是讲，现在这个佛教啊，是哪来哪衰微，也人的这个根气啊，也哪来哪浅薄。对这个机关，这个法门啊，机关有机有关，就是定慧啊，机关啊，这个法门啊，就是打坐、知识妄念，然后呢，观想清楚，往往都是以观心为这个主要啊。依靠机关这个法门，离开生死轮回，一万个不甲一个两个，其实就是一亿个。恐惊嘛，不甲一个两个。印光大师以机关啊来包含所有的这个宗教法门，就是包含这个禅宗也好啊，啊是这个华严、三轮唯识、密宗、律宗啊，总包含。就是讲圣道的法门，会当解脱生死，一万个不甲一两个。印光大师阁讲讲，十金净土一宗无人说之团之行之者，即佛法真所为别真义。我人为佛弟子，有疑辩焉。设金净土一宗无人说之传之行之者，则佛法真所谓灭尽矣。无人为佛弟子，有疑辩焉。意思来讲，现在
净土宗，如果那无人去弘扬、去流传、去实行，啊，那安尼呢，佛法就完全消灭了。我人为佛弟子，有其变焉。咱现在做佛的弟子，咱应该爱努力。各位法师，咱听到这句法语，咱有责任感无？印光大师讲：“我人为佛弟子，咱现在做佛的弟子，佛的弟子在家中有出家中，尤其是出家中呢，是传承着佛法，维持着佛法，使佛法无去予伊消灭，这个出家中的责任。所以，佛法靠经来流传，经若实，佛法就不存在；经若在，佛法的存在，啊，但是经出家众无啊无好好来弘扬，安尼呢是毋是佛法的伫现在经众之中来失落去？啊，尤其是这个法门，就是代表佛教，这个法尊佛教的尊，这个法若灭，将来佛教的完全灭。可见出家众的这个时代的责任，历史的这个使命是多么重大啊！这个道理对不对？对。所以说任重而道远，任重而道远，正在咱的这个身上啊。虽然是说出家众，在家众也是同样，因为拢都是佛的弟子，啊！而且，咱无遇到阿弥陀佛的救度便罢，如果若有遇到阿弥陀佛的救度，安尼呢，唔免难过咧，咱自然都有一种责任感，都有一种使命感。什么使命感呢？将阿弥陀佛救度的法，解弘扬出去。就有这种的使命感，除非是无遇到，无遇到。若到有遇到，伊无迄个使命感，就无可能。各位莲友对唔对？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呢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因为佛教的目的，就是要解脱生死轮回。要为什么要解脱生死轮回？所以讲生死殊待，生死轮回是严重的代志。地书佛啊，释迦牟尼佛，伊去出家修行五道，要来说这个苦集灭道的这个法。首先将轮回这个苦摆伫面头前，就是要提醒咱，提醒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未来拢有这个严重的代志。什么代志？六道轮回，死了后毋是永远拢消灭去，死了后还阁有一个灵魂，世俗讲的灵魂，啊，就是意识，佛教讲的这个心识，阁随过去、现在的这个业去。投胎转世，轮回无穷尽，因为这轮回的本质就是苦，就是苦。既然甲出生为人，啊，为人遇到佛法，就了解佛教的目的，就是解脱的宗教，解脱个人生死之苦的这个宗教。所以了解这个生死时代，啊，了解这个解脱的这个重要性。然后呢，来深入经藏，了解各种的法，然后呢，选择适合自己根基的这个解脱的法。现在八万四千法门八大宗派之中，有多一个法门会当使咱今生今世，使咱现在的这个根基，所有人的根基，拢会当平等，
平等，今生今世就能解脱生死轮回的法。有什么法无？就是这个法。除了这个法以外，老实问家己，禅宗咱有可能无？无可能。禅宗就是咧讲参禅悟道。要天台华严有可能无？也无可能。三轮威识也无可能。密宗、律宗也无可能。在干那净土中，只要念佛，一念佛不是靠咱的功德，念佛也不是靠咱的功夫，念佛也无咧讲咱的根基，无讲啊，咱有智慧无，有学问无，有人格道德无，拢无咧讲这個，拢就是讲阿弥陀佛这六字分明不可思议的功德的名号的这个教导，任何人只要念佛。就受到阿弥陀佛的光明接触，就坐到六字啊，六字的这个本愿尊，自然呢，现生就已经解脱六道生死轮回，阿未脱出轮回，已经离开轮回，阿未往生极乐，已经无生得到往生极乐的这个身份啊。然后呢，咱放眼去看到。咱的这个亲戚朋友，看到咱的同参道友，看到一切的众生，咱自然就有责任感，就有使命感，就想要将这个法来解弘传给对方，因为知影对方甲咱同款，有这个生死轮回的这个事实存在，也唯有这个法，才会当属于离苦得乐。离开六道轮回之苦，得生极乐世界幸福之乐。一这个法就是来自这个三佛的慈悲，阿弥陀佛的慈悲，释迦佛的慈悲，十方诸佛的慈悲。咱有着这个法，一方面，和这个佛的慈悲所触动到咱的内心；一方面，咱的生死轮回得到这个解脱，所以有这个。报恩的心，有这个体会佛悲心，或者这个悲心，所以自然呢，就会的使命感，想要将这个法传出去，也想要为将这个法维持，无使会消灭。这呢，就将这个道理呀，所以讲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是讲有互相了解的人，啊，安尼呢所讲出来，则彼此会当体会，会当肯定。啊，若到对方无了解，无同款的平台，无共同的这个认识，无这个共识，安尼当然呢，特别互相认同，啊，无这个感应得高，无互相呼应。所以咱好好体悟这个法，自然呢就有这种的感想。过一点又对不对？可知念佛的法门不只是。贯彻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三时，而且是永恒不灭的这个法，永恒不灭的经，念佛尊在，诸经灭而不灭，啊，就是初经、无量寿经自世不灭，即是一切经自世不灭。因为一切经的目的，专为救度众生。只要一旦救度众生，就是同款一切经的这个目的，就是同款是一切经。所以这部经不灭，就是一切经不灭，就是经道相存。佛教的宗旨加目的永远不灭。也永远不变，
永远的放光，永远放着救度众生的这个光明。因此，会使讲《无量寿经》是代表佛教所有一切的经典，是代表佛教的经，是佛教唯一的经。这部经那是灭佛教的永远消灭，这部经那是存在佛教的永远存在。可以说佛教的存在都就是靠这个净土法门，佛教的存在都就是靠净土宗。各位莲友对不对？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请放掌。这个佛存在，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永远存在。这六字若是存在，安尼三宝的存在，这个三皈依也存在，佛法经，这三皈依念佛念佛念经拢存在。这有什么原因呢？有两点。第一点，南无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三字，就是包含佛、法、经，总包含。有一首偈就讲讲，阿弥十方三世佛，得以一切诸菩萨。名字一切诸菩萨，得以八万诸圣教，三字之中是记著。这首偈意思来讲，阿弥陀佛这是阿弥，单单这是阿弥，就已经包含十方三世所有一切的这个佛的智慧、慈悲、愿力、神通，或者这个内相、外用，拢总包含伫阿弥陀佛即是阿弥内底。所以念阿弥陀佛，就等于念十方诸佛，也等于领受着十方诸佛所有的这个功德，这叫做阿弥。十方三世佛，名字一切诸菩萨，一切的这个小乘的菩萨、大乘的菩萨，十地以上乃至顶格菩萨，菩萨的这个万行、六道万行，菩萨的功德，拢总伫这个阿弥陀。这个名来得的，德是八万诸圣教。这个德就是八万圣教，八万圣教，这不是数目，这是讲所有的这个法，三宗十二部经，八大宗派，所有的这个法，拢在德字，这是这个来得。八万四千法，就是对治咱八万四千的这个烦恼。意思是讲，八万四千法这个法，是在解除咱的这个烦恼业障，使咱脱离六道轮回。所以八万四千法，就是解脱的法，就是成佛的法。安尼讲起来，就是讲佛法经啊。阿弥包含佛，十方三世诸佛，弥字包含经，一切诸菩萨就是显性经，德字包含八万四千法，法就是包含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这种种的这个法门。按你讲起来，佛法经三宝的这个总共的总功能，
拢伫即三字的即个内底啊。要即三字，毋是讲各个单独包含，是互相包含。阿字包含十方三世佛，嘛是包含一切不诸菩萨，加八万四千法。名字也是同款，包含十方三世佛、一切诸菩萨甲八万四千法。德字也是同款，包含十方三世佛、一切诸菩萨甲八万四千法。所以咱念佛，那是完整，就是念六字南无阿弥陀佛。但是六字念的完整也无关系，只要念阿字。名字、德字，拢总共款，拢总进入阿弥陀佛的大誓愿海，拢总甲阿弥陀佛感应得高，拢总受到阿弥陀佛的光明得出不舍，将来受到阿弥陀佛的光明接引往生。这就是第一点，阿弥陀三字包含佛法经。第二点，阿弥陀佛这尊佛是三归的核心，三归的核心。三归是合佛啊，这个始终，这个开始爱三归依，就是成佛也无离开三归依，无离开念佛、念法、念经。各位莲友，咱大多数拢有三皈依过，对无？拢就是三皈依的弟子啊。三皈依了后，是毋是每一天拢爱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经？是毋是？啊，咱有每一天念皈依法、皈依经无？这个三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经，就是念佛、念法、念经。这三念之中，以佛为中心，念佛、念法、念经是以念佛为中心啊。也佛有十方三世诸佛，十方三世诸佛之中有一尊佛王，这尊佛王就是多一尊佛啦。啊，这尊佛王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安尼呢，咱念这个。佛中之王的阿弥陀佛，念这个三皈依的这个核心之中的核心，是不是三皈依的当中包含吗？咱头个就伫个解说讲。释迦牟尼佛以大智慧大慈悲，其他的经无留，独独留这部经，到底有什么原因啊？其中呢，有一个原因就是度恶必要啊，之故，就是讲这部经，这个法，就是伫咧救度罪恶众生的这个秘诀，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法，所以这个必要秘诀。二要的在哪里？就是在这六字南无阿弥陀佛，因为单单三字阿弥陀就包含佛法经，尤其是阿弥陀佛还是这个三宝之中的这个核心，就是佛宝，佛宝之中的这个王，佛中之王。所以我们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闭关，就是口诀、诀窍，所有都拢包含伫内底。要若无这个诀窍，咱东学西学，上真济经学真济法，但是拢无得到迄个要领，无找到迄个关头啊。过来。体会法别，咱现在是佛法时代，法还阁存在，
不过咱爱体会讲，咱定力就是伫这个发灭的这个时代同款啊。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基督的法存在，咱理解会来呗，理解未来，啊受未起呗，受未起。安尼定力讲佛法存在，定力无存在同款啊。也因为体会到所有的法咱拢受未起，迄个时阵呢，咱就会安那，就会老实、老实、朴实、脚踏实地，好好来专清弥陀佛名，就会安那。体会这个法别啊，法别这个意义啊，而且我提出三点。三点，第一，这个法虽然存在无消灭，但是那是无听到的人啊，或者受未起的人，安尼呢，岂不是定力法别不在迄一般呢？就好亲像释迦牟尼佛，伊伫夏威城。刚经说法有二十五章，伊住伫夏威城有二十五章，但是夏威城的这个人种啊，人种有三分之一有看到释迦牟尼佛，有三分之一虽然无看到，但是有听到释迦牟尼佛这种的这个人物。也其中有三分之一，也无看到释迦牟尼佛，也无听到释迦牟尼佛这种的这个人物的存在，唔知影讲伫这个现在夏威城的内底有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这个佛啊，伫这个所在，安尼。对这个夏威城的众生来讲呢，等于就是法别同款。经典中讲，夏威城有九亿的众生，啊，有三分之一亲眼看到释迦牟尼佛，有三分之一无看到，但是耳孔有听到，人伫在讲起释迦牟尼佛，其中有三分之一的。这个三亿的众生呢，无看到，无听到，有释迦牟尼佛。当然，这个亿是指十万为亿，十万为亿啊。这是第一点啊。再来第二点、第三点，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直接就讲到这，其他后集再个讲，请大家起立。准备踏步拍手念佛各位法师慈悲各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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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奉上顶一节的最后有提起体会法别正确来讲就是法别不别的这个定义什么叫做法别？什么叫做法不别？也这个定义是什么款？在哪里？第一，就是无固定，安尼叫做法别。虽然佛法流布在这个正法也好，上法也好，佛法也好，但是有听到的人，也有无听到的人。对迄个无听到，
唔知影嘅人，对伊来讲呢，就是法别。好亲像，现在是佛法，虽然是佛法，但是不够，还够伫这个世界上伫咧流布，伫咧弘扬。但是这个世界有几偌济人口啊？七十几亿嘛，啊！也根据调查，佛教徒有偌济？无甲七分之一，就是讲佛教徒无甲十亿，安尼就表示讲有六十几亿的这个人口唔知影有佛教，或者虽然知影，唔过无信仰佛教，安尼对因来讲，因就是法别。那对咱来讲呢，咱唔是法别，咱是伫这个佛法的这个时代。这是第一点，就有古调无古调，有信无信，来讲这个法别不别。第二点，就这个修行来讲，虽然有古调佛法，有信仰佛法，但是那无修持佛法，或者所修持的并无对机，或者所修持并无成就。安尼呢，对伊来讲，嘛是属这个法别。为什么？只不过是在今生今世，甲佛、甲法结一个缘，安尼。然后呢，个投胎转世，无穷尽的这个投胎转世，安尼有牛调，嘛等于无牛调；有信，嘛等于无信。或者，咱会讲，本来生活就爱抱着孤等的心，迄是生生世世，甚至爱到无量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所以袂使急速讲伫即世就要成就，因为学佛生活是孤等的，所以爱抱着永久。这个恒心恒心啊，这种的说法哈，其实是错误的，错误的。为什么呢？咱今生今世遇到佛法都未当成就啦，何况讲后出世保证会当个得到人心吗？或者得到人心保证会当遇到佛法吗？或者遇到佛法保证会当精进修持吗？这是不可靠的。何况讲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十劫的中间，咱拢无往生极乐世界，咱还搁伫这个娑婆世界。敢讲十劫的时间，咱拢无学佛，十劫的时中，咱甚至出家修行，而且身为高僧大德，只是讲也无断除烦恼，所以继续轮回。因为无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无离开轮回。到个今生今世，好不容易得到人心，悟到佛法，个照常流转，安尼岂不是有悟到，等于无悟到？岂不是对咱来讲，就是法别时代？啊，这是第二点。就这个有契机无契机，有成就无成就，来论这个法别不别。第三点。不管佛法存在不存在，不管佛法灭不灭，不管过去有遇到这个法，无遇到这个法，只要伊现在哪会当开始的专一念佛，安尼对伊来讲，确确实实就是法不灭的时阵，而且也会使讲就是正法的时代。安那讲，因为伊念佛。伊就会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表示脱离三界六道轮回，也表示不久会当成佛。所以对一个念佛人来讲，伊就是遇到正法同款。对伊来讲，伊就是法存在，永远不消灭。
伊不只是遇到这个佛法，而且伫遇到这个佛法之中的这个核心重要闭关的佛法，是登峰造极的这个佛法。因为唯有净土宗是佛法之中登峰造极的法。这就是咱祖师坛鸾大师所讲的，讲咱这个法就是上缘之极地，不退之风行，上缘之极致，不退之风行。上缘就是大乘，大乘就是成佛的法。上缘之极地，极地就是登峰造极，最高最广。所以咱这个法门就是大乘的登峰造极，而且就是快速不退转，成佛不退转的这个顺风旁啊，顺风旁就是表示讲已经轻松啊，真快速，这个顺风旁啊，那是逆水行舟，逆水行舟啊，就无快速，而且搁较艰难啊。所以佛法灭不灭，就三点来讲，无固掉。安尼定力佛法灭，你只固掉无契机，修未成就也定力佛法灭。啊，那阵一旦修持净土法门，专一念佛，安尼无论如何，伊不只是固掉佛法，而且是固掉登峰造极的佛法。对伊来讲，法永远存在不灭。各位人，你有这有道理无？现在咱再来进一步检讨法灭的根基。释迦牟尼佛讲，将来法灭，迄个时阵的众生较无福报，因为佛陀已经消灭无故的佛法，无福报，而且根基浅薄，甚至唔知影有善恶报应，所以唔知影通好。气欲行善，唔知通去做佛作众生奉行。迄个时阵的众生，唯有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法，才会当救度伊。其他的法不当，无契机。就这点来讲呢，什么叫做法灭的根基？咱现在是法存在的这个根基，但是咱爱体会，咱就是法灭的根基。法灭的根基就是讲根气较浅薄，福报较缺少，任何的这个法拢收未来。所以任何的法虽然存在，对伊来讲无意义，等于无存在。啊，干那念佛，这个法，伊收会起，伊做会来，啊。如果咱现在众生乃当体悟这点，安尼咱就决定往生极乐世界。所以，直接伫咧讲法灭的根基呢，有几种根基是属法灭的根基。第一，所以讲愚夫愚夫，愚夫愚夫。第二就是病人，第三就是脑衰的老人，第四就是临终的人。对这几种人来讲呢，拢就是属这个法灭的根基。渔夫渔夫来讲啊，就是讲戆安戆某啦，啊，因为是讲头脑钝，啊无学问。所以理解力啊较差，理解力较差，也无学问，所以也袂当看经教，就是听人讲经说法，也袂当理解。啊，这种的众生呢，伊想到将来轮回之苦，伊会安那，伊知影只要念佛，
对伊来讲，也唯有念佛，会当互伊得到生死。迄个时阵，伊得专一、老实来念佛。所以，咱净土宗一个念佛人，咱来体会，咱就是佛法的根基。这呢，印光大师就有讲，印光大师讲，念佛之人，物质中聪明智慧，思抛之余，东洋大海月，最好学如夫如夫，老实行持为要。国语就是讲，念佛之人，物自障聪明智慧，虚抛之余，东洋大海外，最好学渔夫渔妇，老实行持为要。这句一句话哈，好亲像对这个深入经中，哈，这个学人当头一棒啊！伊讲，那是念佛，这个念佛的人，唔好家己依靠自己的聪明甲智慧，爱将家己的这个聪明甲智慧，改白白的，爱改淡将这个江东洋大海以外。唔好把它当作宝，啊，留在家己的身躯。意思就是讲，咱要成为一个净土宗的念佛人，啊，得爱呢专一老实念佛。虽然咱有聪明，啊，就是讲头脑真好，领悟力真高，啊，要有智慧，就是讲。深入经中，了解这个高深的佛法，甚至是所谓讲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就是讲体悟佛法的精华，啊，就是讲悟到自性，叫大开眼界。好像像这个禅宗所讲的，讲破老关，大彻大悟啊。你看的智慧啊，印光大师讲，爱将这个智慧，将这个聪明给淡掉，啊，爱将自己学迄个戆安戆木啊，什么话都唔捌，干那会当知影念佛，因此呢，干那逐天从早到暗，从暗到早，拢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爱安尼老实念佛，这呢较重要，这呢确实要诀，确实必定会当往生极乐世界。这是有道理，唔是无道理啊！出家学佛四十几年以来，一个检讨，确确实实。爱照安尼来行持，因为一个人，伊若自己认为讲，伊足聪明，足有学问，足深入经典，什么经、什么法、什么宗派，伊拢了解，安尼呢，伊的心就会按对下去，伊的心呢，就拢伫这个学问里，就伫其他的这个。修持的这个法印，就无完全伫即句佛号，无完全伫念佛。啊，那个无完全伫念佛，安尼要往生就困难。这意思就是讲，念佛是只要念即句南无阿弥陀佛，甲有智慧无智慧。有学问无学问，这无关系。如果认为讲念佛以外，也爱依靠家己的聪明智慧，依靠家己的学问，依靠家己的这个道德修持，安尼呢，恐惊失得往生的利益。
所以咱净土宗就是平等法，平等，不管在家出家，有学问无学问，拢平等，拢平等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有学问，无较加，无学问，无较少。会当念佛，会当往生，就是大智慧、大聪明、大学问，就是这款的意思。印光大师佫讲哦，讲同宗同教之人，每每不如辜负辜负，老实念佛者，为得实益。同宗同教之人，每每不如愚夫愚妇，老实念佛者，为得实益。同宗同教之人，同宗，宗就是上宗，同宗就是大彻大悟，要同教，教就是教理，教理就是，比如讲华严宗、天台宗、三轮宗、唯识宗、律宗，这种五教，五教的这个教理，拢总通达，就是大开眼界的意思。像这款大彻大悟的上宗的人，或者是大开眼界的这个学佛者也好，往往呢，拢较属这个戆翁戆某、老实念佛的人。印光大师所讲的吼，有道理无？咱在家长吼，其实较无了解，要拿咱出家长，伫这个佛门之中，伫这个寺院，拢有伫咧往来，咱家观察，来家检讨分析，迄种安尼会当好好临终自在往生的，拢是老实念佛的人，毋是伫迄个会当讲经说法、深入经藏的人。我伫遮来讲一件故事吼，这是已经伫即个民国86年。20年前，不是台湾，是伫大陆，是伫天津迄个所在。迄个时阵，咱有一位莲友是女众，伊叫做佛祖，南无阿弥陀佛的佛，也大慈悲的祖。伊呢是伫这个病院伫上班。迄个时阵，诶，这个大陆经济较无发展。所以，若是出门啊，上班近的所在，拢骑脚踏车。有一天，伊脚踏车就牵去这个脚踏车店补风，啊，看这个脚踏车店的这个老板啊，就是开这个脚踏车店补风修理轮胎安尼，所以看伊的这个经济呢，也真无好。要头家呢，姓马，人呢也真朴实，真忠厚，啊嘛无什么喙齿，啊两个翁仔某开这个脚踏车店，安尼呢伫咧维持家庭的这个经济，啊感觉这对翁仔某也真亲切，真亲切，所以甲因呢有一面之缘。没多久，这个脚踏车店的这个太太就打电话来跟他问说，尹先生，买马居士得到这个癌症，而且是晚期，晚期癌症，是不是会看得手术，这个因为他知道这个佛慈居士是在病院上班，所以打电话安尼来解问，啊，这个佛祖居士呢，伊迄个时阵学佛无介久，但是伊知影净土法门诶，这个简单加殊胜，
伊就为这个马居士考虑设想啦。伊想讲，这个、马居士得到这个晚期的癌症，这是无可能好会起来的。就是去开刀，嘛是伫咧拖性命。迄个时阵，因大陆阁无健保，迄爱开足侪钱，就是将家产卖掉啊，恐惊嘛无法度人好交纳医药费，而且阁好袂起来。所以想讲，因若去病院开刀，一定就是人财两空。所以就甲伊建议讲。特别进入病院手术开刀，不如来信佛教、念佛、依靠阿弥陀佛。佛就是大慈悲、大爱心，会当保护咱。如果咱若是离开这个世间，佛也当予咱靠，甲咱救度往伊个所在，无个轮回。所以要进入病院手术，不如来信佛念佛啊！因这个太太听着就讲，安尼呢，我来甲马技师讲啊，啊，看伊个意思安那。不过顾着打电话来讲，啊，马技师真同意，同意讲来信佛来念佛。这个佛祖技师一个听着也真欢喜。所以就请一位老技师啊，去到对方马技师的这个厝内，就向马技师解说讲：哎呀，咱这个世间吼啊，是有三世的这个因果、善恶的这个报应、六道的轮回，也肉体呢有这个生老病死，啊死了不是真正的消灭，要搁有这个灵魂啊，世俗讲的灵魂，搁伫咧投胎转世。安尼呢，由这世这个苦进入未来世无穷无尽的苦，啊！但是呢，当信佛念佛，自然得阿弥陀佛的庇佑，使咱呢业障消，福慧增长，病呢该好得，早日好起来。要若好未起来，阿弥陀佛也袂当，予咱搁去轮回投胎转世。阿弥陀佛也会甲咱接去极乐世界，予咱去遐呢。无搁再生老病死，无搁再六道轮回，甲讲这个道理，啊，讲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啊，人有诚心，佛有感应，啊，这个马技师呢，伊就愈听愈欢喜，专心听，听了后呢，就相信，因为伊知影讲这个佛慈居士啊，伫病院上班。而且呢是高等教育啊，所以所讲的呢也肯定相信，所以当下呢就相信，啊，就开始念佛。安尼经过无几月日，有一天，这个马技师就甲因厝内人讲，我明仔早起8点特别往生极乐世界。各位莲友，咱有相信无？有哈。个人教的一个讲了，隔天早起啊，清早，马技师起床了后，就主动洗身躯、换新衫，然后呢，坐伫眠床顶打坐念佛，啊，厝内人就甲劝讲，坐咧吼，较袂轻松，倒咧较轻松。但是伊讲无关系，我会当坐，所以就坐伫遐，慢慢安尼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句一句啊，哪来这个气息，到哪微弱。那无力，最后在好伫8点的时阵，呼吸就停止，当下就往生极乐世界。坐伫遐念佛往生，断开了后，厝内的人啊，才将伊的身体呢，甲伊
得病，发现伊个身体是非常柔软，也面上呢非常安详。各位朋友，安尼有往生极乐世界无？马基斯往生这件事的啊，是真精彩，而且呢，对伊来讲也是真简单。为什么？因为伊唔是有文化的人，就是讲伊唔是有智慧、有学问，伊真朴实，嘴齿无好。也无皈依，也无食素食，对佛法经的道理无了解，对信愿行的意义无了解，什么是老实念佛，什么是多念六根净念上界，什么是念佛生片，什么是这个功夫成片，什么是得善根得福德，什么是执持名号一心不乱，什么是心不颠倒正念现前，对伊来讲呢，伊拢无了解，伊干那知影啊，就是念佛，伊这个顽疾的癌症，无药通好治，就是进入病院开刀。也不过是拖延这个生命之意，所以对伊来讲，伊什么都唔知影，伊干那知影念佛。所以对伊来讲呢，伊就是佛法的根基，就是现在佛法存在。不过对伊来讲，伊拢了解未来，也修未来，多干那念南无阿弥陀佛，伊做会到。要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所以讲无量寿、无量光的道理，伊嘛无啥了解。但是，伊最后呢，会使讲非常精彩。所以讲，心无病苦，心不贪乱，亦不颠倒，无知习智，事先为自己准备，为自己洗身躯，为自己。穿青衫，无麻烦别人来助念，也无使自己辛苦白听，来痛苦自己拖累别人，拢总无。有地施治，自在安然，来往生极乐世界。这有精彩无？那对伊来讲，所以讲。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苦修苦行，这伊拢无了解，伊也毋是安尼做，伊干那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佛之意。啊，若像对方呢，讲会足精进念佛，一天念偌济佛，啊念甲功夫成片，无满一如，其实也无可能啊。但是也当这尼啊。安然自在，这就是靠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也是靠伊老实专一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人家叫伊念佛，伊当下就相信，就愿意接受阿弥陀佛的救度，要愿生极乐世界。此后就是跟他念佛。所以看起来是真简单、真朴素、毫不起眼，但是背后就是有阿弥陀佛的大势愿力。咱只要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来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将念佛。成为家己的生活，生活就是念佛，念佛就是生活。虽然其他的道理拢无了解，但所谓讲前通佛智，暗合道妙；前通佛智，暗合道妙。
念佛自然得甲佛的这个智慧愿力相感通，感应得高，所以一旦竖一个什么会拢唔捌，也无修行定力的这个罪恶生死凡夫，一句成佛，一举成佛，就是这个法。只要念佛，自然的东升成就，自然的一世圆满成佛的法。所以，咱现在伫咧讲法灭啊，唔是别人无顾的这个法，就是法灭。咱就是现在顾的佛法，咱也爱认识，咱也是法灭的这个根基。只有干来当老实念佛，各位莲友对唔对？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也不是说啊，那咱念佛就好，咱也免看经，也免听经，也免了解这个佛法，什么话拢会使唔免，甚至拢会使改淡掉。安尼呢，人会误会啊，误会讲咱偏见，甚至讲咱邪见。如果那安尼，唔免等到这个发表的时阵，这个时阵真正就拢发已经灭啦。其实也不是安尼，那是看根基来讲。咱就是一个学佛的人，不管是学圣道门、净土门，是有念佛无念佛，首先会当皈依，咱来皈依；会当食素食，咱来食素食；会当不杀生，咱来不杀生；会当诸恶薄作众生奉行，咱得爱诸恶薄作众生奉行。咱对这个佛教的这个事业，爱抱着一种随缘随喜的心，袂使排斥，也袂使讲啊，我就是学净土宗，其他的宗甲我无缘，其他的宗我无欢迎，也袂使安尼子。其他的宗也是佛所讲的，而且咱会当来进入净土宗，往往拢就是经过其他的宗。若无其他的宗，予咱去学，咱都毋知影讲到底其他的宗咱学会来，学袂来。而且也因为其他的宗，才引导咱进入佛门，最后进入净土宗。所以其他的宗、其他的法，就好像有一个桥梁。使咱经过这个桥梁，进入这个净土的这个彼岸。所以法然上人伊就讲讲：欲信念佛之人，穷思灵学一代之法，欲成一文不低，无顿之心，如同无地之辈，不现地价之上，唯一向念佛。伊阁讲，若彼地念佛往生之意，学以低知，初地执着矣。实地共学反地无机，博多何地界，会清明之光阴。我用国语念一遍哦。若未知念佛往生之意，随而知之，出之则足矣。设得广学，凡至无机，莫徒好自解。会称名之光阴，意思就是讲，咱若唔知影念佛往生的这个道理，安尼呢，咱得爱去学，爱去听闻这个道理，爱去看看有关这方面的这个资讯，这方面的这个册。但是呢，初地执着矣，初知则足矣。什么叫做初地呢？初地就是了解讲啊，念佛。决定到往生极乐世界，虽然了解种种的这个佛法，但是最后也爱归属于念佛，最后也爱
万言放下，一心专念，这叫做初地啊。实地功学原地不居。如果那边真博学，这种也了解，那种也了解，上种也要学，别种也要学。安尼呢，咱凡夫的这个智慧非常浅薄，学不来。所以咱袂使多言，好这个地界，多言喜爱这个智慧加五界了解啊，就是唔好徒耗学问。徒耗学问呢，毁清明之观光阴，荒废了念佛的光阴啊。意思是讲。咱将这个时间、光阴，好好老实念佛，其他所学的呢，差不多就好啊。要深入不是无穷无尽呢。所以讲，人生有限，但是学问无穷。有限的人生，要了解无穷的学问是不可能的。这有道理无？我十几岁时阵，就是小学个以后啊，读这个书学啊，啊对这个书学啊，足喜爱，所以每一工要困的以前，拢会将这个所读的改背一遍。所读的就是《三字经》啊，《释迦行文》《千字文》。孝经以及四书内底即个大学、中庸以及论语，论语是选择啊。安尼每一工足爱背得着，可是呢，到个大汉进入社会，尤其是出家了后，无够去学习，无够去背，所以讲三工无留八上手。自然都拢袂记一起，袂记一起，甚至出家以后，伫三十几年前所背即个经文，三十几年后要阁背啊，即卖要阁背，背较袂起来，甚至以前所做的笔记，笔记，真久无去复习。一个看到遐个道理，以为是讲以前无看到的，然后发觉讲，哎，这种的这个经文，以前都家己有详细做这个记录，做这个笔记。为什么这个时阵看，好亲像是初初看到，以前毋捌看到？这就是讲，咱人脑筋拢会退化，尤其记忆力拢会失。并不是讲一个有记的，永远都拢记掉咧。可见讲，咱生生世世以来，拢捌学过佛，捌深入过经藏，但是这个时阵经过投胎转世，过去拢袂记起啊。几十年前会所学的。几十年后未记一起，何况讲过去世呢？所以法人上人讲，初学即足，初初了解都有够啊。啊，若要深入吼，迄万底深坑，要到深入到什么地步，才算讲已经满足。所以讲初初了解都有够，都满足。再来就是病人，病人嘛是属这个佛法的根，佛法的根基。对这个病人，也当参详打坐呗。伊倒来都真艰苦啦，也当拜佛甚至雕山，哎呗，不可能。伊要用头脑去做这个入定机关，也不可能。伊艰苦都来袂赴啊，
所以病人也就是这个发病的根基。那脑衰的人也是同款，这个、老人头脑混沌，身体衰弱，坐得都忝啊！要学什么法？所以对因来讲呢，也是发病的根基。啊，个来就是临终，伊特别临终啦，伊哪有时间通好去听经闻法，通好去调山还是参禅拜忏，受其他的法也不可能。所以对这种的根基，戆翁戆某、病人、脑衰的老人，甲临终的根基，就是干来当念佛之意。对伊来讲，念佛即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伊佛法的传播。啊，但是安尼多好，会当予伊专一、老实，多好往生极乐世界。安尼对伊来讲呢，伊毋是发别的根基，伊就是正法的根基。反倒等是正法的这个根基。各位莲友安尼有了解哈？有关无量寿经大义，咱现在呢啊做一个总结。无量寿经是演说释迦牟尼佛出世本怀的经典，也是宣说阿弥陀佛以伊的名号来救度所有一切众生的这个经典。这部经典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是在开说阿弥陀净土的这个因果，弥陀净土的因就是阿弥陀佛示现法藏菩萨的时尊，在这个世自在王佛的所在，观察到210亿的这个诸佛国土，从这个诸佛净土之中选出最美善的这个内容，再加到自己的理想来建立到弥陀净土。为着要建立这款的净土呢，伊得发48大愿，伊主要就是伫这个根本愿18愿，18愿啊，就是誓愿，无论是善人、恶人、地者、牛者，只要称念伊的名号，就必定会当得到伊的救度，所以往生到伊的这个弥陀净土。如果若未当成就，安尼伊就永远不成佛。伊发这个愿了后，就依照这个愿，经过所以讲调在应劫的时间，去累积菩萨万行啊。这呢就是弥陀净土的因。那弥陀净土的果就是法藏菩萨依照伊的愿，啊，甲经过这个调在应劫的修行，最后呢，伫十劫以前，这个愿甲行拢已经圆满。这个愿行圆满了后，伊成就三种：第一种成就阿弥陀佛本身；第二种成就着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弥陀净土；第三种成就着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名号，将这六字名号传播伫这个十方世界。而且呢，数十方诸佛来弘扬以这句名号，来救度十方众生，这就是弥陀净土之果。这呢，就是伫这个《无量寿经》上卷所说，一下卷呢是伫咧讲这个众生往生的因，甲众生往生的这个果。众生往生的因啊，下卷一个开始，就讲这个第18愿的成就文啊。意思就是讲，阿弥陀佛已经成佛，所以依照第18愿的内容去走，自然就会当往生。释迦牟尼佛啊，伫这个下卷，就解说第18愿，讲出念佛必定往生，而且念佛是平生业成。现生不退，
这就是众生往生的因，啊，再来众生往生的果，啊，第释迦牟尼佛佮继续讲众生往生弥陀净土所得的这个佛果，啊，最后呢，流通念佛的法门，并且最后特别流通保留这部《无量寿经》，受这个佛法，因为这部《无量寿经》的这个。单独保留不必使这个近未来世的众生拢也会当，因为有这部经的这个流传，而来得到阿弥陀佛的救度啊！这就是《无量寿经》的这个大意。总共《无量寿经》的大意离不开这五段文啊，第一段。就是如来出世本怀文，无量寿经一个开始就表明讲，十方诸佛的这个本怀是伫这部经啊。啊，第二段第十八愿，第三段第十八愿成就文，第四段念佛流通文啊，拢是伫咧讲四十八愿，就是唯一阿弥陀佛的名号来救度十方众生，无论是善。恶天人孤痴，只要念佛，拢会站在今生今世脱离生死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快速成佛。那第五段就是今仔日咱所讲的这个得留处境之文啊。这段文也显示佛的本，显示无量寿经就是佛本怀经，是佛。独立的经是佛教唯一的经，是佛教代表的经，是佛教应不灭的经，是四经三世还一片十方共度众生的这个经。当然就要点来讲，就是第第十八愿，啊，就是阿弥陀佛的救度，阿弥陀佛的以名号。积极、主动、平等、无差别、无条件救度十方众生。阿弥陀佛的救度是咱所有学佛人最后的希望。咱努力苦修一世人，到最后一个检讨，脱离轮回有把握无？无。自己的贪嗔痴，自己的贪嗔痴有幸福无？无。迄个时阵，咱就绝望啊！会当使咱绝处逢生，就是只有净土法门。所以净土法门是咱所有众生，尤其是罪恶生死的凡夫，也无功德，也无功夫，而且也免得幸福烦恼，阁会当处理生死轮回的这个法门，唔免得断除烦恼，会当得到。涅槃的这个法门，就是无量寿经，就是第十八愿。咱无量寿经的这个大意啊，就讲到这圆满，后一处。后一处，咱要开始讲这个《观无量寿经》大意。后一处是伫每年三月份的第二礼拜。咱这个佛一一年只不过三次，啊，拢伫这个三月、六月、十月的这个第二礼拜。每年三月第二礼拜，欢迎诸位踊跃参加。祝愿大家信佛、念佛、得生极乐。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最后要有半点的时间，请咱起立，踏步拍手念佛。